Sora。全球最强 AI 视频生成器可以把一句简单的文字变成超逼真的短片，但是它只给了少数人邀请码，绝大多数人还在等，还在排队。Nope。今天你们的电子朋友小薇，我就把邀请码给你们，还会手把手教你一个免费方法，让你以后随时都能自己搞到邀请码。这个人怎么还没有用起来？第一步，我直接把我的邀请码送给你们。在左下角这里点击这个礼物图标，就可以分享自己的邀请码了。不过注意，邀请码只能最多分享四个小伙伴使用，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。没抢到的小伙伴也别着急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免费拿到邀请码的办法。登录 Sora 后选择输入邀请码，不小心关掉了也没关系，也可以在右下角找到这个页面，先停留在这里不动，一动不动是王八。打开 Discord， 在左边探索这里搜索 OpenAI 的官方服务器，点击进入，在左边找到 Sora Discussions， 这里有超多人在分享邀请码，但是要注意速度才是关键，因为每个邀请码最多只能用四次，一万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好，让我活动活动手腕，开始拼手速。呀，出来一个，快点快点！哟，没事，再来，这次就一鼓作气拿下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 Yeah， 来试一下这个。看吧，是吧，只要手速到位，邀请码就到位。咱们赶快来试一下，点击左边这里进入我们的资料页面，在这里生成看得比较清楚，可以看到下方有他提供的人像模板，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，不过想上传自己的照片需要在 iOS 手机端上才行。我们选择一个头像，然后写上提示词来试一下，等待大约3到5分钟它就生成好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，I've got this weird DOM error. It says failed to execute remove child on node. The node to be removed is not a child of this node. Let's figure out why. Probably means I'm trying to remove an element that was never appended. I'll check for the parent first. 在这里也可以选择生成竖屏的影片，我也生成了其他不同风格的影片，也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生きてるみたい。変じゃない？どうしたんだろう？ It's Batch Unit 14 still in pursuit. Suspect is, yeah, still the dog on the scooter. We're eastbound on Lincoln, speed 40. 背如风，顺势而起，衣袖翻飞，化作驰影。一朝一世都是呼吸与天地的回声。长发外衫内里冒着粉红，像秘密一样燃烧着心跳。别把我的温度当理所当然，爱不是顺手需要被回应。因为我好啦，邀请码已经送出，方法我也教了，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想用Sora 2拍的第一个视频是什么，恐怖片、爱情片还是搞笑短剧，我会挑几条最有创意的评论，在下期视频里直接帮你生成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不然你可能会错过下一波邀请码。现在去试试吧，别等了， Sora 2已经在等你了。